仙比丘，本王在此恭候多时了，请上座。这下国王，这么有块头，白白拢是修行的人，哪会差这多啊？哎，只怪咱自己无本事，智慧不如人，爱修，爱修。来呀，比例，尊者，请。哎，国王，你这是何意呢？那先尊者，不必惊慌。这是本王一点心意，请你巧纳吧。哎，国王无所得，就无所失。我以国王有言，法不为我所传，是为传达佛的圣意呀。尊者，你多虑了啊！佛祖慈悲难供养，无处可表处心中。这乃是国王一片的心意啊，用此方法，目标心中敬佛之意，你不必提示咯。我那先比丘，佛讲虽言，你就接受。这。是啊，国王要好你，你却无啊。大仙尊者，阮想要爱，却无好消息。既是如此，我那仙就暂时接受。作为法例，待我说法结束了后，再来归还国王就是啊。好好，想下就好，就好啊！国王心，尊贵高，应上机，入宝座。佛意涅槃。圣人居士，如佛亲临，需要恭敬以待。本王也不能例外，我就坐此位，谦虚听话啦。国王令如此敬仰，佛法大义，不愧是万世明君呐。既然如此。我敬，我敬，对这点恭敬，请国王随啦。那先
你求道就求道啊，为什么要出家做沙门呢？这个问题，本王也曾经问过亚和罗比丘啊，但是伊却回答不出来啊。这，那就请尊者回答我。
仙 BQ。你果然是灵验善变呐、啊，这智慧过人，真是使人佩服佩服。这个那仙真是智慧超凡，你看。各方的面色真歹看咯，总算也替咱出了一口气。较细声咧，虽然那先占上风，但是我看国王嘛是有备而来。来呀、啊，皇帝，皇帝。这是国王体贴尊者，慈悲恩德，以备得罪，你向诸位，敬请享用啊！感恩，多谢国王善意。讲到善意，这仙屋一言果报，可真有出处。这两位尊者的答案。两话不满意啊！这这，我看恁除了这两个字，嘛讲不出什么道理呀、啊。哥，这善恶一言不假。因果不应也不空哦，可有出处啊？因果业缘，终不改，何时行善最伟大？是，我意思是，这为先是爱先做，也是了后才做呢。这为先嘛，国王，我请问你，这人若是嘴大时才来恶治，或者是平常时将这恶好？才用的鸡脆蛋，当然是先将鸡熬好，脆蛋随时就有水汤啉嘛。对，脆蛋欲将水饮下。将在何时？当然也是按先经典正调，将伊捡起来，腹肚枵，唔则有米通食。正是呀、啊，这行善正是同处理。永远是看袂到自己的发嗲，更加听袂到别人的谏言呐。宽恕如心所，宽拔心性，不得自在。
家，你今日之言，如雪中之炭，寒中甘露，诉不拢，受孽悔迁。尊者，你自卑为怀，素不忘，太惭愧呀！国王，你智勇过人，慧根深厚，若能克服心中的傲慢，天气日后必定是明君圣主啊！那先我。从今起，我愿强中强勇，那先必求啊！以及八百名沙门本士，以一切所属天呐，国王。那仙只是一名修行者而已，国王啊，你起乱行，真该冤冤妙化归。国王，你我六世有缘，以后一定能相见。故事奉上。我今贵为国王，宫廷的生活令我无法得尽力。我将为两那先圣者点出真正法力啊！不明亲手一阵风，唯有虚空才将暗得住。
仙比起，我红了那仙。这呢，就是咱安怎样来学道？学道呢，就是要安怎调理咱的心啊？会当远离了这种痴乱，咱学佛呢，就是要学安呢。那无呢，有当时阵啊，一时啊，迄个心念呢，那一点啊会偏差，就不堪设想。真简单，环境宁静啊，但是咱的心呢，嘛爱静。所以，佛门爱道，道必难回，修持弘道，积道心大。所以，一点心，唔通去给伊偏差去。